他们打招呼啊，不要，哎，好可怕，好可怕，有点诡辩，对不对？有恐怖，有恐怖。哈哈，好选择，今天视讯专访的大来宾是大家已经敲完很久的。哎，我刚才有自带亮哥的声音哦，《恋爱是科学》的男女主角，我们欢迎今天的念轩跟宇文。耶！为什么念轩是用王轩宇这个名字登入的？这个是哦，这是我的，因为其实轩宇就是我的本名。我在演哪一个，就在演哪一部戏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手机的名称改成那个角色的名字。哎，所以你就会进入这个角色，对不对？现在恋爱是科学真的太夯了，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就是暂时看不到新的集数。不过很开心可以透过视讯，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家，还可以看到观众朋友敲完最喜欢的这两位 CP。那个聂轩借由恋爱是科学化身为国民弟弟哦，甚至还有人说你是姐姐杀手。那在允文，你觉得他也是个姐姐杀手吗？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太像了。我是金牛座，他也是金牛座。然后你知道牛跟牛会牛角看牛角，但是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暖的一个弟弟。我相信身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姐姐是非常非常吃他这样子的弟弟菜的。那允文觉得小猪猪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让你暖心的一些暖举啊？这个暖的有时候你知道，因为我们每天在一起，然后有时候会暖过头，就会跟他说，我现在想开一点空调。对，你们私底下也好多撩的那种土味情话。还好啦，我觉得金牛座有很棒的一个特质，就是他非常的会观察别人的情绪。就是我那天特别的累啊，或者是那天能量比较低啊，他就会想要去为你服务一下，这样子。不只是对我，包含我们剧里其他的演员们啊，他非常喜欢拍照。拍戏我们时间都太长了，所以剧照是不一定常常都在，带他自己的相机，然后来帮大家每一个人拍剧照。相簿的名字叫做自己的剧照自己救。他比如说他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他知道我喜欢喝什么，都会送上吃的，送上很贴心的弟弟。互相，我觉得，你看像我长痘痘的时候，我现在房间也放，你觉得他给我痘痘痒。聂轩有没有觉得哪一招是你追女必胜？煮东西给对方吃，因为包括甚至我自己，如果半夜有人煮东西给我吃，不管男生女生，我都会觉得就是很棒。那以聂轩而言，谁半夜煮东西给你的几率最高？男生还是女生？自己煮啊，自己煮给他跳。有这么心酸？心酸。我本来以为我会听到爸爸妈妈之类的答案。我其实刚刚一直在被那两颗人头干扰。为什么你后面会有两颗人头？因为王轩宇在戏里面有一颗人头，所以吴念轩家里也觉得王轩宇摆了几颗人头吧。天哪，哎，你真的好入戏哦！无论是自己的名字也好，或者是生活周遭，都布置成这个角色的性格。其实我从你以前在当 model 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我就常常看到你的。那念轩，你有看过允文以前 model 的作品吗？以前吴念轩那时候你才14、15岁，16岁，六岁。我知道老莫是从那个用酒干嘛点，因为其实看用酒干嘛点的时候，就已经在那之前就已经知道老莫了，所以。之前不是说你没有看用酒干嘛讲？我看第一集还是第二集，我有帮你写推荐文。对啊，你说你只有看一些画面而已，你为了要写推荐文，还是要看了一些画面而已？不是，我有去首映。对啊，你就看了一些画面而已啊。那些是完整的，看了一些画面，就大概看五分钟就走了，这样就走一个红毯这样的讲，因为我有来哦，以表之词。有一次不小心自己讲六嘴，说没有全部看，只有看一些画面。很少会把戏都看完。哦、OK 分享的是就是我亲哥哥啊，他常常就在说，觉得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莫勇好漂亮。我说好了够了，我哥那时候还有给你拍照。我知道你生日的时候你哥不是有来，他还跟我说帮他要签名因为他还把你跟他照片洗出来了。他又把照片洗出来，真假？好可爱哦、你看哇，真的耶！这完全不是恭维的话，它真的印出来了。下次拿给我。对啊，我们也好想要帮观众朋友要你们的签名照哦。哎、你们可以用手机自拍，然后给我们洗出来，然后再寄给你们签名吗？
可以啊。就回归刚刚问说，念轩在进入一个角色，你真的就会把家里的氛围布置成这个角色的个性，包括你用他的名字啊，或者是也许用他的生活态度在过日子，不会都不会到那么夸张，那个太可怕。除非会是特别特别那种角色，但像王轩宇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只会看到人的时候把他抓过来剪头发，但也不会一直这样子，因为还是要区分开来角色跟试一下自己，不然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子。哦，真的耶，这样子会有点崩溃。宇文是真的被念轩剪过头发吗？我没有被他剪过了，一根，他帮我一根，你剪过一根。对，一根很小的毛，因为他就是他自己私底下很想要当发型师，他就是一直每一次我们有要拍弄头发的戏，他都是在旁边闹说要给他剪，给他剪，但是给他剪了，剪下去还得了，因为很多个镜头嘛，都要洗很久很久很久，所以他每一次都是每一个都是很认真的那边帮我抓，他抓的地方可能都是同一个地方，我有一段时间头发超级某一块掉色，他们要看到他帮我按摩跟抓，就是我们洗了3个多小时，所以洗完这一块掉色断层的掉色，为了这个洗头戏，其实你每一次洗一颗头是要洗3个小时哦，至少2个多小时。天啊，好夸张！那这样子，念轩的手会不会洗到皱掉？还好，还是怕头皮破掉。我躺在那边其实很不舒服。我们对他那个很不舒服。最怕洗头的戏。他躺在那个椅子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躺在洗头时间还好，会很舒服，可以睡着。但是我早上没有什么支撑，我不知道，就我因为我自己对，然后就很不舒服。我自己也躺的时候是这样。天气冷的时候，因为之前天气很冷嘛，然后一直是湿的，所以都一直在一个湿着的状态，一直都是在一个湿的状态。天哪，这样会不会感冒？其实就算本来是热水，摆3个小时也会变冷。对啊，所以我最怕的就是头发掉色掉的乱七八糟。真的，这职业伤害。还好没有秃头。但好多人问关于洗头的事哦。允文是你第几个洗头的人？允文哦，应该他算是第一个。因为其实我会帮副导演洗，然后或是其他人，我也真的很喜欢做这些事情。收工的时候也会想要帮人家洗头发，然后吹头发。那所以宇文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副导演，然后我可以报名第三个吗？你不是说我很喜欢帮人家洗头？疫情结束之后就可以了，真的真的。干脆如果办见面会，就直接办在那个发廊。就大家排队让我念什么洗头，哎，真的有幸运观众抽奖这样子，而且玩游戏惩罚输的要给我剪头发啊，等下给你剪头发，观众啦，观众啦，哎，你后面那两颗头有被剪过吗？有被你剪过吗？然后这个剪过了，就是这有人是长头发，你有把他们取名字吗？没有，他们原本就有名字了，哦，真的哦，这个叫 Tina。跟我打招呼，不要！哎、欸，好可怕！好可怕、哦！鬼片对不对？有恐怖，有恐怖！不想，更不行，这个更不行，这个更不行，这个好可怕！哎、欸，不要在这边转来转去，我不要看。奇怪，因为我之前会放着，是因为就一回家就可以直接坐下来，然后剪啊什么。哎、欸，还有一个人头。哎、欸，我发现我们很妙，我们每个人的沙发后面都有我们各自收集的东西。你看这个王轩宇是奇怪的收集人头。然后你就是收集娃娃，对不对？对娃娃，然后允文后面的是堆盆栽，不是多肉，他们都是一般盆。不要再看你的头了啦！现在很故意反正真的很恐怖，这个聊开了。欸、其实恋爱是科学，你们有算过有几种爱情在里面吗？有从小长大青梅竹马的感情。然后有姐弟的感情，有朋友的感情，有家人，然后再最后才升华成爱情。然后我觉得袁飞跟乔安娜的感情又是一条很特别的、很值得被讨论的一种感情。我觉得是超越闺蜜，我觉得闺蜜放在我跟乔安娜身上太浅了，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像是彼此生命中的支柱跟。家人，甚至有点是灵魂伴侣，灵魂伴侣是两个灵魂的契合度100%的一种灵魂伴侣。我觉得我跟乔安娜也是灵魂伴侣的一种。那念轩呢？韦恩算吗？算吧，我们从刚开始进公司，然后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蛮不容易的地方这样出来，但我没有去很细微的去定义说怎么样才是灵魂伴侣，应该就是。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不用顾忌其他事情，然后家人吧，没有错，
朋友就是你选择的家人。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